4月19号，迪丽热巴拍摄的某杂志封面预告曝光，照片中短发迪突然出现，化身甜酷日系美少女，真是难得一见的短发热巴呀！可以驾驭长发的御姐风，也能演绎阳光时尚运动风格，热巴真的是十足的宝藏少女呀！据悉，此前热巴在电影中也以短发亮相过。你有什么可？芒果乐新闻，期待正片的上线哦，拜拜。